紧张的是合唱，说等到神灯出现就许下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都和平，第二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升职加加薪。 Oh my god， 到底算干嘛？听说已经挤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累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了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包。你是想怎样了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。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你还是让我感到悲伤难过？是我自己太过的软弱，还是上辈子欠你的太多？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竟然却越来越感到了迷惑？找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到那一天 Come my heart， 爱给拉萨滴滴滴滴咚啦哒，爱那给拉达滴滴答啦咚啦哒，爱给梦达滴啦哈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他都笑了。大叔啊，哎哎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